无门神头上的帽子的部分，我们是做成龙的帽子的方式来展现。好，我们就准备要开始咯。我们将黄金粘土包在文门神的头上之后呢，一样记得哦，薄的在前面，厚的在后面。好，继续把它怎样，整个头部都包起来，这样压紧。当然后面的部分你必须怎样把它包好。好，你可以在什么下面先做一点头发，对，这样，然后再把后面的都修饰的整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什么继续做下面的动作哦。好，我们将包好那个金色粘土这个部分，好，后面都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准备什么？先开始从帽檐做起。好，这是帽檐，我们先这样，在这个从耳朵这边到这边画一条线。好，这样，好，把上面的推平，把帽檐做出来，这是帽檐哦，哈。好，这是帽檐的样，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再画一道。好，做一些花样，我们就用这个工具，好，把这个土往上推，这是帽檐的图案，做装饰用而已。好，这样的帽檐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帽檐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准备要开始来做什么龙头的部分哦。帽檐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准备来做龙头的部分，一样用这个工具压出什么额头的部分，就像我们脸部的二分之一线一样。好，把额头部分做出来，哦，长得像，好，这样长得像一个梯形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来做什么龙头鼻子的部分。好，就这样把它推出鼻梁，推出鼻梁，然后呢还有鼻子的部分，好，把它推出来，这样。好，眼睛，鼻子的部分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我们才能继续下面的动作。做出鼻子的部分之后呢，还有眼睛的部分之后呢，一样我们来做什么鼻翼的部分。好，大家用这个工具细工棒画出一个鼻翼出来，就很像我们人一样。好，鼻翼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推出什么法令纹，推出法令纹，好，法令纹好了之后呢，好，我们做一个什么嘴角的动作，弄出嘴角。好，把鼻子鼻梁这边弄个花纹。好，要来继续做下面的动作，一样把嘴巴怎样打开，割开，跟两个嘴角连成一线。好，就这样，然后把嘴角延伸一点，延伸一点。腮帮的部分也做出来，这里时候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，就是龙嘴的部分，因为它的龙嘴比较后面比较长形，所以你要把嘴角往后延伸一下，往后延伸一下，哦，这样子才可以哦，哦，嘴往后延伸并比较长之后呢，我们准备来做什么龙的什么耳朵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做直接画就可以了，就这样画一个三角形，直接把它画出来，这样直接画出来就好了。这边也一样，直接画，这样一个三角形，就当做龙的耳朵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把旁边的这边压低，这边压低，好，这边也一样，这边压低，
压低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画什么？画那个耳朵的纹路。好，我们准备要来画咯。这耳朵画出来之后呢，还有这边一样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准备画一下它的纹路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两边都一样画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做什么？这个嘴巴把它做出一个什么外框出来，画出来外框，就这样勾勒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做一个什么耳朵的这个像耳朵的图案，这样往内这样画个图案，这样子耳朵就好了。之后呢，我们才能继续什么下面的动作哦。龙角贴上去之后呢，要再贴第二层，是比较小一点的。好，一样哦，水滴形吧，把上面这个尖端剪起来。贴上去，再贴一层的意思就对了。一共是各两个哈，是四个。这样贴上去，好，这样之后呢，我们来就可以来继续下面的动作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装饰，就是连上什么。头发，你可以这样子哦，水滴形卷起来，然后这样开始慢慢贴，这也是装饰的部分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就这样慢慢贴。我大概左右贴的那个数量，大概就是把它贴满这个洞，大概是这边三根。这边三根，各三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个就是将后面做上头发的部分，当然你可以尽量把它多少个都没有关系，把它贴满，这样子就比较有后面的装饰比较漂亮，比较圆弧状。好，这是我们贴好头发的部分。我们就头发就这样子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来做眼睛的部分。眼睛的部分一样，拿白色的粘土搓水滴，把它塞进去。好，换这一边一样，白色的水滴塞进去洞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沾上什么白胶，沾上白胶，粘上什么黑眼珠，这样龙的眼睛就好了，就可以继续做下面的动作喽。然后前面的眼睛都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装上龙须，就两个好在鼻翼的两侧，好这样子把它装上去，好这样子弄上去，两边都要一起做哦。好，一样再看一遍，这样好在鼻翼的两边，好把它粘上去。你可以沾一点白胶辅助你，让你粘得更牢一点。这样我们龙须的部分做好之后呢，就可以继续下面一个小小的动作来做护耳朵的部分。这样抹白胶，好拿水滴状的粘土，这样子把它贴上去。这只是帽子护耳的部分而已，吼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就给它画一个纹路就可以了。保护耳朵的部分，好，一样这边再做一个，这边的之后呢，我们准备再做这一边，一样水滴形把它贴上去，贴上去。好，我们用工具帮它画个纹路，好，这样子我们绳帽子的部分是龙头，是龙的表现，就完成了。